想去也再去也直到筋疲力尽，不需要别人的爱情。老张，开快一点，赶快送他到医院去。把老师还给我！他怎么可以死？总觉得他只是出国跳舞而已。你不是永远离开我吗？下个月我会送一些舞者去西班牙学舞，你有没有兴趣一起去呢？西班牙？嗯哼。西班牙，就算我真的很想去那里学跳舞，我也放心不下你，也放心不下鱼头了，更放不下这里的一切啊。算了，反正我跟西班牙没有缘分，在这里我有你，有徐彻他们，还有鱼头佬啊，一个人有了朋友，还有家人，就应该要很满足了。我不应该太贪心的，是不是？小飞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很想听到你讲话。你不要哭了。寿司，麻烦你拿个小费，谢谢啊。
小飞，你确定你要带可梅去那又臭又脏鱼市场吗？鱼市场不是重点，好不好？原本想说带她去跳舞的，没想到发生这种事情，搞得她现在更自闭了。再不带她出来走一走，她一定会闷坏的啦。 小飞，怎么办？可梅她现在好奇怪哦，她又在干嘛啦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我们就陪她吹吹风嘛。听不见声音真的很可怕吗？可梅她到底在想什么？万一现在不治疗的话，以后就很难治疗了。 我也跟你一样很担心啊，可是又不能逼他去医院。你们不用担心我，我知道你们一定会担心我。可是我觉得这样没有什么不好的，什么声音都听不到，我觉得很安静。 不会被打扰，这样子我会一直只听到老师的声音。可梅，你就答应吧。 反正老师也看不见我跳舞了，我累了，先陪我回去吧。 他们真的撞到，我把他抓下海扁一顿，没事吧？以前遇到这种事情，有老师保护你，现在能陪在你身边的却只有我们了。 可梅，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帮你重新站起来呢？ Alright， 来吧。<笑><笑>
也是老样子嘛，球技都没有胜输。有一些东西啊，学会了，就像长在身上一样，忘也忘不了。哎，冯威，你约我出来，不会只是想要踢球而已吧？哎，对了，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哦，当初你放弃踢球的时候，难道都没有感觉到痛苦吗？你为什么这样子问？我觉得啊，可没一点痛苦。你看他现在听不到了，舞也不能跳，哎，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帮他。老实说啊，如果那个时候我是一个人的话，我很有可能会自暴自弃的，像可梅一样，一个人躲起来。还好那时有我哥，有家人的支持，我才能冷静的想想未来怎么活下去啊。家人有没有搞错啊？可梅最不需要就是他爸爸，所以他才会躲到小飞家，不是吗？难道你希望他恨他爸爸恨一辈子吗？你看他爸爸一辈子背负着仇恨的样子，难道你希望他跟他一样吗？你干嘛帮可梅他爸爸说话？他跟你哥的恩怨，难道你一点都不会恨他吗？他是可恨，但是更可悲，因为我了解他有多可怜。之前我也恨过我哥，其实恨一个人呢，最痛苦的是自己啊。我哥已经过世了，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仇恨应该也结束了，而且现在唯一能帮可梅的人也就是他爸，难道连这个机会我们都不给他吗？这样子太残忍了吧。可是你也看到可梅对他爸排斥的样子啊。其实可梅拒绝开刀是在逃避他爸，逃避我哥过世的痛苦，逃避这个世界。我不觉得我们应该让他这样子继续逃避下去啊。好吧，你都这么说了，虽然他老爸再怎么讨人厌，我都听你的。其实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商量商量一下，我想问一下你的意见。这件事情非同小可，你一定要亲自向贵叔解释清楚才行嘛。贵叔，贵叔，哎，哎呀，广文啊，好久都没有来了。哎，对啊。哦，摸鱼啊。嘿嘿。哎，贵叔，你有空吗？有空，当然有空了。陪贵叔喝两杯啊。好好好。来来来来来，你这个小伙子不错啊。我听小飞跟阿特说，休学以后，你的工作反而做得更有声有色啊。能把自己的兴趣当成工作，再辛苦也无所谓了。很好啊，年轻人就应该这样子啊，找出自己该走的路啊，把吃苦当作吃补。来来来来，贵叔，我今天找你是有一些事情想跟你商量。你说啊。这是我们公司对寿司店的收购企划案，现在是由我来负责。你们公司？可梅的爸爸不就是你老板吗？怎么会？沈氏建设有限公司？原来是你们。贵叔，我知道你不想把店卖掉，可是你让我解释一下，就是这个企划对寿司店的好处。不要跟我谈这些，我的店不卖就是不卖，找你来当说客也是一样的。贵叔，你听我解释，
我知道你对这一家店的感情，我也有。但是，我做了很久的研究，按照目前的营运状况和环境的竞争，现在只有这个办法能保住这家店了。还要你教我，要如何保住自己的店？我告诉你，这家店是我辛苦了几十年才有现在的规模，也靠这家店才能把小飞拉拔大，这是我的骄傲。你懂什么？贵叔，我真的是为你们好。回去告诉你们老板，不要以为来硬的不行，想来软的。如果你还想叫我一声贵叔的话，就不要被那些私人大公司给利用。贵叔，你听我说，我不要听你说，出去！贵叔不欢迎你。贵叔，你不要这样，出去，出去，你给我出去！越是温暖的窝，越会阻止小鸟展翅高飞。对不起，贵叔，我带了这么多麻烦给你们。这有什么好对不起？这有什么好麻烦的？这都是小飞呀，没有把房间整理好，搞得乱七八糟的。你看看啊，我忘了你听不见，老是一个人在那边细心念。我知道你这么折磨自己，其中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要惩罚你爸爸，不是吗？他真的很担心你，看你这个样子，他会真的很痛苦的，你明白吗？为什么我没有像贵叔这样的爸爸？我也好希望有这样子的爸爸。傻孩子，穷爸爸也好，富爸爸也好，我们爱女儿的心都是一样的。只是我们能给孩子的不一样罢了。真正爱孩子的话，是要给你们所需要的东西，而不是自以为是的付出。硬要把孩子霸在自己的身边，再给你爸爸一点时间，他就会慢慢的懂得，不要放弃。知道吗？笑死人了！怎么可能会有买我们的店嘛？那他还得养我们两个伙计，不是自找麻烦吗？是真的啊，
这些老旧的房子都要拆掉，到时候呢盖成新的商店街。这整个收购案呢是由广文负责，不信你可以问他呀。其实我也很舍不得这里，这里的一点一滴都是我跟你妈妈一手打造出来的。我还记得你是在那个阳台上面学会走路的。不卖，绝对不卖。你的心意我当然知道了，可是小飞，拆掉也是一个很好的出路啊。可梅他爸爸给我们的价钱很好，再说重建这一两年你刚好可以到西班牙去读书，等你学成回来我们再重新开张。谁说我去西班牙的？我哪里都不会去，而且我们也不需要这笔钱，反正我说不卖就是不能卖。小飞啊，你听我说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有这个机会到西班牙去学跳舞的，趁着年轻出去外面转一转，哎，总别等到七老八十啊。七老八十又怎样？嫌我啊？我就不能赖着你吗？反正我说不能卖就是不能卖，我一定会守住家店，你能拿我怎么样啊？哎，小飞，这么晚到哪去啊？看着跟你有脾气，跟他爸一个样。哎，找我干嘛？电视现在有球赛。我心情不好，鱼头佬要把店给卖了，而且是卖给广文他们的公司，他们要把那里拆了。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？你没有被吓到吗？这事情广文跟我提过了。你知道了，你竟然没有告诉我。贵叔不是不答应吗？我早猜到贵叔不会答应的啦。他怎么不可能答应？他辩解了。广文好可恶哦，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方法。我要去找他算账。哎，小飞，广文说的很有道理啊。贵叔的心动也是有可能的啊，你为什么比贵叔还要反对你？怎么连你也不懂啊？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代替寿司店的。别说我对我妈的怀念了，我们两个也是一起在那里长大的，在那里有那么多的回忆，怎么可以说拆就拆？就算之后盖了商店街，有多漂亮多方便，也不能像这间老店一样，带给我们这么多的快乐啊。我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也是在那屋子度过。小时候我爸妈要打我，我就会躲到店里，肚子饿了家里没有人也会跑去找贵叔。长大以后每次踢完球一定会到店里面庆祝，心情不好也会不知不觉走到你们家门口，那里比我家还像我家。小飞，对不起啊，我只是没有想过可以用我们微小的力量去换一个大公司扛。今天太晚，明天一早我们去找广文好不好？我们可以反过来劝他，不要去影响可梅爸爸，也许他们会改变心意也说不定啊。嗯，广文，我知道你夹在中间很为难，毕竟那是你们公司的政策，也不是你能左右的。我们只希望能够透过你传达我们的想法。不用跟他扯那么多啦，范广文，我直截了当的告诉你哦，我们是不可能把寿司店卖掉的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，也不用再去找我爸浪费唇舌了。
很希望能得到你们的支持，帮我说服一下你爸。没想到，小飞，如果你把我当朋友的话，你这也是会相信我。是你不把我当朋友吧？算了，我不可以怪你。我知道这个案子根本就和你没有关系，一定是可梅他爸存心让你淌这浑水的。广文，可梅他爸不是好人，你不要再帮他做事了。小飞，你不要这个样子啊！我已经很克制了，我已经要把我说的话说完了，可以走了。等一下，广文，我有另外一种想法，可以不要拆掉寿司店。我真的很想好好找你谈一谈，也许能够借由你的力量说服你的老板。对不起。喂，我是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，我马上过来，拜拜。不好意思哦，刚刚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电话，我要先走了。好啊，我改天再约。有事先去忙。小飞，他那什么态度啊？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，那我就懂了。广文啊，真不好意思啊，为了这几个问题还要你亲自跑一趟。你们这些无人扔的就是会折腾人，这明明每个字我都认识，这连在一块儿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。我本来就该为你解释清楚，贵叔，你以后要是要任何帮忙或是哪里看不懂的话，你打给我，我立刻过来帮忙。哎，上一次贵叔态度不好，不要记在心里啊。不会不会不会，你愿意听我解释，非常非常开心。你还没吃饭吧？嗯，待会儿陪贵叔吃一点啊。哎呀，糟了，刚才一忙，忘了给可梅送东西吃了。可梅，他还闷在房间里吗？可不是嘛，这孩子，我看他根本是在折磨自己。他一直走不出悲伤的阴影，虽然他听不见，他现在连话都不想说了。这孩子真是可怜啊。我去看他一下好了。好。啊。哇，连上一餐都没有吃啊。喂，去吃饭。我不饿。不饿也得跟我去了。走开了。什么？我听不见，你走开了。你要把自己关闭起来到什么时候啊？你走开，你不要管我。才懒得管你，你凭什么让你周围的人跟你一起受罪？你装这个可怜的样子是要证明什么？证明你爱我哥吗？你的爱只能这样子吗？只能用这样子自私的方式来表示吗？你不懂，你根本就不会懂。你只会躲在悲伤的背后，遇到问题的时候只会逃避。你是个胆小鬼。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你最对不起的人是我哥。你听到没有？你最对不起的人是我哥哥。你胡说！你胡说！可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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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心！到底怎么了？想要整自己等到什么时候啊？
进去拿一个东西，我们等一下去小飞家。很快。这个是我帮美菲兽设计的舞台。我知道叫你看这些画面会有一点痛苦，可是你应该记得我哥他当初排这一支舞的苦心吧。希望女儿都好之后，你可以回到舞台上。舍不得你。哎呦，你看你们俩这个丫头啊，又不是生离死别，她很快就回来了嘛。来，贵叔抱。可梅啊，高兴你终于想通了啊。回去以后啊，不要跟你爸爸再拗了，
你要知道，你爸爸最疼你了啊！谢谢你，贵叔。我们上车吧。那个可梅的爸爸还有姚叔在家里等我们。哎，我警告你哦，你要好好照顾可梅。还有，决定的开刀日期要赶快告诉我们，我们会去医院帮他加油的。好。哦，还有，沈先生他特别交代给我，就是要多谢你们两位。再见。拜拜。看你今天这样子，恢复元气喽！不惜本钱买一堆好鱼，杀价也特别用力。那当然，我才不想待坐在家里，把希望放在别人身上哎。要救回寿司店啊，就得自立自强。我相信，只要把店搞好，才不是别人想要拿走就可以轻易拿走的嘞。嗯，拿来。什么？给我，我自己来。喂，小飞。哇塞！鱼头狼，我回来了，准备开店了。鱼头狼，鱼头狼，你就让贵叔多睡一会嘛，他这几天看起来没有精神。他是因为啊中风，高血压发作而造成昏迷。中风？这怎么可能呢？贵叔平常很健康，怎么可能中风呢？高血压平常是没有什么症状，这就要看他平常有没有多多量血压了。到底会不会很危险啊？这一切还要看病人的身体状况。雨透郎，你不会有事的，对不对？你绝对不会被这种小病给击倒，因为你是百病不侵的鱼头佬啊！鱼头佬，鱼头佬，哪里睡得起？鱼头佬，小飞，不要这样啦！刚刚是谁说对贵叔有信心的？可是我现在好害怕哦，叔澈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鱼头佬会倒下来。我相信贵叔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贵叔那么讨厌看病吃药，他一定不想待在这边啊。很快就可以出院的了。你知道吗？刚刚护士问我，于头佬最近有没有常头晕或头痛？我竟然什么都答不出来。我只顾着自己的事情，心情不好就跟他闹脾气。他要照顾我。还要顾店里，当爸爸，还要当妈妈，我竟然一点都没有关心过他，连他生病了我都不知道。你现在不要想那么多了，等贵叔出院以后啊，我就固定到店里面帮忙，这样他就不会太累了，好不好？啊，不要哭了。老爷，小姐，
啊，手术怎么样？做得很顺利吧？啊，现在可以听见了吗？哎，小姐，小姐，姚叔，你先别急啊。今天医生帮可梅做耳膜修补手术，做得很成功。现在只需要等到她耳膜重生之后，就会开始慢慢恢复听力了。哦，真好哎，小姐，讲了我知道了，你耳朵很快就可以听见了。好，姚叔，我很快就可以听到你唠叨了，这么久没听我都不习惯。啊，我们家小姐真好，愿意听我的唠叨。你去倒杯水给小梅，她该吃药了。我有事情要跟广文谈。哦，是。小姐，我们去吃药。吃药。坐。董事长，你是不是在担心可梅的病有可能是心理因素造成的？对啊，否则他的右耳明明再三的检查都没有问题，为什么就是听不到呢？也许我哥去世对他的打击太大了，他不愿意接受事实，把精神状况反映在耳朵上。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帮助他了。虽然他现在愿意搬回家来住，可是不管我怎么说怎么做，总是对我那么冷漠，总是拒绝我。我现在只能够拜托你了，广文，请你多花点精神关心他，好不好？哎，至少他不会拒绝你们几个朋友嘛，啊？这是我这个做无能的父亲能够做的唯一的请求了。喂，心理影响吗？以前妈妈用的那台坏了以后，爸爸就一直都不愿意买新的。那时候他根本就懒得理我。你爸他已经变了。我想等我耳朵好了以后才听。等我的耳朵好了以后，我要跟小飞一起完成老师的作品。我要和他一起在舞台上跳眉飞色舞。你等着看吧，我一定做得到。最好你说到做到，要不然你就浪费了我的梦幻舞台。广文，你帮我打个电话给小飞好吗？他一再等我的消息。好。喂，小飞，你好，我是广文。什么？发生什么事？阿车。亏损怎么样？这些路并旁亏损。小飞，范广文，我警告你哦，等我爸病好了，不准再拿卖店的事情烦他，否则你就别想再进我家一步，听到没有？小飞，你在干嘛？亏损生病，跟广文他又没有关系。怎么会没有关系？如果他们不要逼着我爸卖店，于涛我就不会心情不好，他就不会生病了。对不起啊，
我上次看到龟叔，他还好好的，我没有想到。你跟我说对不起有什么用？去跟雨桐老说啊。哪一位是何英贵先生的家属？我是他女儿。何先生现在醒过来了。你们两个穿这种衣服干什么？吓人呐！你也不看看你自己，太恐怖了，没说一声就昏倒了。贵叔，你快把我们吓死了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现在感觉，赶快要逃离这里。小飞，你知道你老爸最怕吃药打针了啊？店里边，你有没有告诉客人，说我有事，请他们原谅，叫他们改天再来啊？你想想看你自己好不好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管店里的事情？贵叔，你放心好了，店里面的事情交给我跟小飞就可以了。你要快点好起来，要不然小飞真的会疯掉。小飞，你知不知道老爸跟你妈为什么在你小的时候要叫你小霸王金？我不知道哎。因为我们希望你能跟金鱼一样的坚强，就算小霸王金在海里面走丢了，不管它游多远，不管它游多久，不管它会碰到多大的打击，他一定会坚强起来，他一定会靠自己找到回家的路。鱼头狼，我不要听这些，我又不会离开你，为什么要自己找路回家？小飞，你这个傻丫头，老爸比你老啊。老爸总是要早走你一步的。老爸相信你会让我放心的，就算你一个人，你也会坚强，你也会快活，因为你是老爸的小霸王精嘛。我不要，我才不要你放心我，我还没有学会你的独门握手之法。你不在了，谁帮我折衣服？还有我们早上披的雨花、啊、都还没有处理好。反正你一定要赶快好起来，赶快跟我回家好不好？哎呦，现在都是什么时候了，你还要偷懒？回去店里写个公告，说店东有事休假三天，就写有伟人诞生休假三天。小事，
交给徐策去做就好了。老婆，现在突然想吃苏大软壳蟹寿司，我觉得我肚子好饿。干嘛不早说啊？医生说只要你有胃口，就代表病快要好了。我现在就回去做给你吃，你还有没有想要吃别的？没有，你们快回去吧。叫广文留下来陪我就行了。小飞，叔有事要拜托你。螃蟹早就卖光了，我可是跑了好远才买到这些人家挑剩的。哦，谢啦，我就知道你一定搞得住嘛。螃蟹先生啊，虽然我的手艺不是很好，可是拜托你们一定要变成很美味的寿司哦。酱鱼头老吃了才会很开心。哎，你看这些寿司啊，我保证鱼头老吃下去以后，那些有的没有的病毒全部都会死光光，而且吃了变活龙一条，马上可以出院。嗯，鱼头老让我替他流了这么多眼泪啊！我啊，也要他吃了这些爱心寿司以后，感动得痛哭流涕啊！你真的很爱计较哎！哦，广文啊，你叫贵叔不要急，我们马上就把小飞做的。小姐，对不起，我们已经尽全力了。医生，我求求你不要放弃他，你把他救回来好不好？我求求你把他救回来，我求你。鱼头老，我做的寿司你还没有吃哎，你不吃看，怎么知道我做的好不好吃？我刚刚有很用心在做，你醒过来好不好？爸，你醒过来，我会乖乖听你的话，你醒过来，爸。小飞，不能这样子了，我就看到你这样。你醒过来，不要丢下我，我拜托你。鱼头狼，鱼头狼，小飞。
怎么样？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搞死很美好的。徐策，我没事了，你赶快回去了。不是叫你不要管我吗？我要睡觉了啦。石雀和广文三个人一起做的。广文跟我说，以前他妈妈去世的时候，桂叔就做了这个蛋包饭给他吃。以前石雀踢输了球，桂叔会做足球寿司替他打气。我离家出走，决定搬来你家住的那一天，桂叔还特地炖了这个鱼头鸡汤给我喝。现在桂叔离开了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替他安慰你。原来你们一下午都在忙这个啊。看这样子，就知道很难吃嘛。你们安慰别人的方法怎么这么烂？好很多了，吃了那天你们做的那些怪东西以后，元气马上恢复了一大半。还好有你们这些朋友在，鱼头老不在这几天我才没饿死。啊！不要逞强了，勇怎么样？不重用啊，以后这家店还得靠我来支撑呢。鱼头老不在了，我绝不能让他失望，一定要继续经营这家店。你们等着吃大餐吧。小飞，桂叔走了，
不如你搬来我家住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里。可梅，没有问题的啦，我一个人不会有事。别忘了，我可是小霸王精呢。老板，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点些什么？你们老板不在吗？他不在耶，可是菜单上有的东西我全部都会做，你可以尽量点。这样子啊，那你们老板什么时候回来？我爸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啊？先生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不营业。啊？王文，我们都是小飞最好的朋友，对不对？嗯。所以小飞的事情，你就挺他喽。现在这个忙只有你能帮了。我求你，去拜托你们老板，放弃收购寿司店的计划，好不好？你刚刚都看见了，他只是在假装坚强而已。他都已经失去了贵叔，难道你忍心看他失去寿司店吗？你让他一个人怎么办？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现在贵叔不在，小飞他一个人要怎么经营这家店呢？他还有我啊，我可以帮忙小飞啊。可是这个是小飞该走的路吗？你想想看，贵叔愿意把小飞的未来绑在这家店吗？小飞是应该用双脚跳出这个世界，而不是用双手撑住这家寿司店。把店卖给可梅的爸爸，小飞会有个很可观的费用，能支持他追求他所有的梦想。道理，但是我只知道，小飞的最后依靠就是这家店。或许光靠我们这些朋友撑不了多久，但是他目前啊，最需要就是这家店来度过失去亲人的伤痛。洪文，你会了解吧？你是小飞的好朋友，这个忙你一定要帮。真有你的哎！带朋友来捧小飞的场，要加吗 ？C， 来，欢迎光临，欢迎光临。他们不是客人，他们是工人，我们是来这边拆店的。你疯了你！你不体谅我们就算了，居然还带头来拆店。你要想清楚哦，这家店可是贵叔留给小飞唯一的东西。哎，许策，你们在干嘛？小飞。你爸之前同意把店卖掉，我今天是带工人来拆店的。你不要胡说八道，我爸不可能答应要卖房子的。小飞，你仔细看，你爸亲自签名的，写得清清楚楚的，我没有必要骗你的。贵叔答应您什么？现在这家店是小飞的，我就不准任何人动他。阿车，你听我解释。别乱说。龚文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做出这种事情的人，居然会是你。
你会不会太残忍啊？王文，贵叔知道一定很无奈，尤其要面对小飞他那个拗脾气，像这个吃力不讨好的任务，贵叔只有拜托你了。动手！拆店有什么事情我负责，不能拆，不要拆店，不准！先生妈呢？我们也没有办法。不准啊！只有撤掉这家店，小飞才会彻底的死心，他才能无后顾之忧的到西班牙去寻找他的理想。你明白我的苦心吗？小飞，对不起。想去也再去也直到精疲力尽。